谁要来带？大姐，你组织我就带你开口。大姐愿意来带啊？愿意开口的。我窗帘要拉一下，拉开一点，因为有点暗。大姐要来在啊，一平跟她开口。好，你这个不能放那边呐、啊，那个没关系，会倒下来。先财。大姐，大姐跟我来开口，那就以后就跟她开口。先财。先生，再见。先生，你还真自动哦，你有我可以喝吗？你不拿过就不喝。那等他冷啊。是吧？刚才你过二十，这个三十分钟吗？三十分钟都没喝哎。哦。你倒个鸟啊，打不开。要不要骂他？打头啊！大头仔。好可爱呀，先生。你、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嘞。小孩子眼睛是不会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睡觉了。不是，我电视声小声点，姐姐要睡觉了。准备，小声一点的准备。你不要出去吗？穿好裤子，换衣服。越来越好玩了。去买些番茄，好吧？不要买西瓜。西瓜。不要。那你吃番茄就好了。买凤梨。没吃凤梨啊？买糖。芒果，芒果。不行，芒果没营养价值，对皮肤不好，知道吗？嗯。好可爱哦，先生说一下，好可爱哦，先生会不会说安古安古安古哦，好可爱哦，安古哦安古哦安古啊安古哦，要睡喔，今天三睡喔，安姑喔，安姑喔，你要睡喔，你睡去喔，你要睡喔，你哈去喔，喔，安姑咧喔，安姑喔，安姑咧喔，安姑咧喔，你卡唔到咧读什么东西啊，安姑嘞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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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姑哦，安姑嘞哦，安姑哦，安姑嘞哦。안구래요안구래요아다리래아에너는긴대치라래너는수익인가탈래